哎，拿下，回家了吧？来来来，哎呦，来，哦，这个好看点啊，拿下呢。哎呦，要了命了！烟水一泡一炸，转个三女儿，今天给李连杰上个硬菜。你看今年没多哈，就三个菜哈。错，还有一个。啊，一个海螺，一个拌凉粉儿，还有一个硬菜哈。今天下午我跟你说，我给你攒了一下午。美味。来。给我们来点椒盐。这是8K 频道 VIP 待遇，你这心思。VIP， 他是个野人，咋治疗？今天的开场白是那种，哦，好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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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椒盐治疗，咋治疗？哟，这个很好吃啊！吃这个治疗，我以为他不喜欢吃海鲜，他跟我说。在美国他们只吃那种小蟋蟀，我也没去过美国，我不知道，你们有知道的告诉我一下啊。美国人吃小蟋蟀吗？牛奶，牛奶，我喜欢牛奶。来来来，橄榄，敬往事，又会这一句啊，敬往事，敬往事，敬明天，敬明天，敬往事，敬明天。 Yeah Yeah， 今天在我那个合作了，买了一个海螺，这个海螺128，买了3斤大海螺，11个了。但是青岛青微烟这边的吃法是蘸一下这个，蘸一下这个，看见了？蘸一下这个。我知道有些朋友吧。喝酒的时候吧，拿起电话约朋友吧，实际上是想他妈找一个菜搭子。他自己上饭店点那么些菜吧，他又不好意思，他又喝不了多少酒，纯粹是打着喝酒名义去诓菜的。一个人去又不好意思，还约个朋友。有些叫酒搭子，有些叫菜搭子。搭子，这就是我的酒搭子。我嘘，凉粉 is a Chinese 果冻，布丁，布丁 ，Chinese 布丁。拌这个凉粉里面最主要的一味东西是你要拌开一个松花蛋啊，你看到啊，我们有松花蛋里面，然后把这个松花蛋搅黏了，拌在这个凉粉里面，这个味道绝对又不一样了。来来来，吃吃。Grilled fish， 吃完了以后。你文老师教给你一首诗，是来自俄罗斯的已故伟大大诗人高尔基的诗啊。来跟我说哈、啊。在苍茫的大海上啊，对，在苍茫的大海上，乃圣们的大喜之行，在苍茫的大海上，狂风卷集着乌云，乌云。海燕、在大海和乌云之间，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的飞翔。耶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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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